尼加拉瓜政府背信忘义了，公然的忽略台湾这么多年来对他们的协助跟帮忙，感到非常的愤怒。而中共长期打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，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。所以对于任何中华民国主权以及民主自由的立场，国民党一定坚持。我们也希望两岸能够用对话代替对抗，能够用交流代替恶意的伤害，这是我们的坚持。尤其是民间的交流应该要持续，海峡论坛是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。我这次没有办法出席，也没有视讯，但是我们事前在星期三已经录影，表示一个祝贺，简单的一个祝贺词。那今天海峡论坛的开幕，我在苗栗，当然没办法出席，也没有视讯。我们星期三的录影，当然是表达我们希望两岸用对话代替对抗，也对于在大陆工作的台胞、台生、台商，还有所有的台湾朋友，希望他们的权益能够获得保障，希望两岸和平能够越来越好。